谢欣减肥减过头，竟发生这种惨事。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胖到60几公斤，什么东西全部都过水这样子吃，完全没有油，这样子持续了2个月，我大概瘦了10公斤。然后刚开始我很高兴，慢慢的我发觉有异状。我印象很深是有一次我要走楼梯上去的时候，我就是整个人晕眩，我是用爬的进牙医科，跟那个医生讲说，医生你现在赶快开药给我，我只想活过今天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